你在看什么？我咧看迄个我关讲，心国家经济啊，诶，即马这个伫这，阮即马伫迄个羊头山羊啊，头山，标高3035公尺，啊，伫这，3035，伫遮搁收呢，中华电信搁收呢，嘿啊，咱股票搁大起迄个有起有落啊，大起200几点的呢，也袂歹呢，这个收哦。对啊，对啊，中华电信的哈，对对对，啊，那这边中华电信也收得到那可以个啊可以啊，电话也收得到，哎，啊加三角点，三角点，那么辛苦都是为了他对啊，我的第29座百月，阿丽嘞，啦。我第二十，哎，二十几啊？22，22，我22了。我要去见，哦，你29了呢，哎呀，那差一座就那个，你快迈入30俱乐部了。有啊。那个明天我们要去那个碧露山，在那边，在云的那边吧。云的那边哦，对哦，被云遮住了。我们早上7点半走到11点40，哎，走4个小时多，哎，比我预估的更要紧一点嘛。他写来回大概要8到10个钟头，为我什们么应对该啊？不用走到10个钟头因为我们啦，下去就比较下去快。会比较快啦。啊，但是我们等一下还要再煮饭哦，对啊，然后还讲今天讲，端午节呢，哎，对对对，今天5月28，哎呀，哎，来立茶叶蛋，蛋嘞，立茶叶蛋，应该立不起来。那，啊，现在没有太阳嘞，啊，这样立得起来吗？蛋嘞哦，我立我的茶叶蛋。茶叶蛋哦，你要立无？我立一个，那你去立我来。哦，哎呀，那，啊，怎么立？你就在床底放下。你看你三角点要看麦，伊要多少凹槽，多少当迄落隔一个隔一个啊？可以，真的可以耶！今天是端午节，2009年5月28，也是农历的端午节。哎，然后我们在羊头山的三角点羊立头茶叶蛋。哎，立茶叶蛋，立得起来耶！根本就是骗人的嘛，这个，因为它有这个凹槽。凹槽，哎呀，不要紧啦。羊头山，哦，对了，忘了介绍，羊头山这里是百越俱乐部成立的所在地。然后其实它一路上来的路吼，就是拢伫树林安尼，其实袂歹，阿姆哥就是蛮陡的。就比较大型的好汉坡。对对对，然后不是这一棵哦，后面这一棵。暗暗的吼，那是迄个中央间，看足清楚，暗过去翕袂清楚。啊，这样，这是奇莱主峰，3年前去过，然后这个是奇莱北峰。哎，欸，不对哦，这是奇莱主峰，然后这才是奇莱北峰。好了，准备收工下山了。吃饭。走啊！吃饭。再见了。彩蛋，彩蛋，彩蛋。彩蛋，彩蛋。好，再见了，羊头。拜拜。